欢迎啊，哆啦 A 梦。哒哒滴哒嘎哒滴哆哒滴哒哒滴哆哆哒滴哒哒哒滴哒哆哒滴哒哆哒滴滴。哦，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咱们点点亮啊！哎，谁没出来？谁没出来？包子。哎，老爷开什么？整点什么？开场来首歌。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咱们先点赞后观看啊，家人们啊 ，T 三文爹点点亮。然后呢，咱们也上一次热门是不是？啊。替三兄弟点点亮，然后呢替咱们家直播间咱也上个热门，是不是啊？欢迎咱直播间的每一位好朋友们啊，欢迎大家在百忙当中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来看我四哥的才艺表演啊。昨天咱们玩了什么游戏，家人们？昨天啊，咱们玩的那个叫抢零食的游戏啊，咱们看看今天玩什么游戏啊，老铁们啊。哎呀，每天基本上都是准时开播呀，家人们啊。卡没卡？没卡是吧？每天咱们家基本上都是准时开播呀，啊，是不是？基本上都是准时迟到，准时开播。嗯，大家伙儿没给三元爹段子点双击的，家人们啊，今天晚上我跟俺们家 Seven 给大家伙儿啊模仿了一段啊，望大家哎给点个双击啊，点个热门，点个评论。好不好，家人们啊，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家 Seven 啊，点个双击。我们家 Seven 好长时间不练这个游戏了啊，好长时间不玩这游戏了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你的紧握找不到你的眼睛，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也让我越来越不相信自己。没有承诺，却让我抓得更紧。没，三爹怎么不卖驱虫药啊？啊，因为咱们家卖不了驱虫药，家人们啊，咱不能说干那个。咱不能说干那个你本身卖不了那个药，你非得偏偏卖那个药就不行，知道吧？啊，因为咱们家现在没有那个资质卖那个药，知道吧？咱不能瞎卖啊，万一有人找出毛病来，那不是小事儿，知道吧，家人们？所以咱不能瞎卖啊。营养膏有活动吗？营养膏今天的话拍一发两支，家人们，营养膏，卫士营养膏拍一发两支啊，比外面便宜多了啊，老铁们，卫士营养膏比外便宜多了啊，只需45就可以买两只啊，如果你想要活动的话，你问客服，你说客服啊，营养膏能不能给我活动价啊，客服就给你活动价了，家人们啊，问客服肯定会给你活动价，你说三爷爹说的啊。
一打开就看见迷糊了，我其实我现在应该是给俺家小老二开个专场，啊，老铁们，应该给小老二开个专场，老二出来来，老二，老二出来来，老二，啊，小老二，小老二出来了，小老二，小老二，小老二出来来，老二出来，老四不能出来，老二出来来，老二出来，老二出来来，老二出来。老二出来，老四不能出来啊！老二出来，来，老二出来啊！老二出来，哎，好，啊，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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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去啊！老四回去啊！老四，老四，对，啊，啊，应该给小老二大的开个专场，啊，你都多大了？小老四还没去新家呀？还没有呢，哎。哎，咱们家小老二找新主人啊，家们，小老二找新主人，小老二，俺家小老二长这么可爱，看看看一下小老二，啊，小老二长多好看呢，啊，小老二，看老爷子，你看，你看小老二啊，大嘴巴子多宽，看不着，公啊，你看小男孩，啊，长得多帅，啊，这大黑鼻头。看看，哎，像俺家 seven 是不是家吗？这黑眼圈你看不着，这黑眼圈长得像俺家 seven， 这大黑鼻头啊，那狗笼子多少钱买的？狗笼子咱家不卖狗笼子，我也咱家狗笼子我也不是我买的，别人送给咱家的家吗？啊，别人送给咱们家的大驴脸，啊，小老二如果要是没人要的话，明天我就送店里去了，家吗？咱狗太多了。啊，狗太多了，三兄弟实在是无能为力，老铁们啊，送到店里去，跟小老五、小老五搭伙过日子，跟小老五他俩啊，烟熏妆多像俺家三文，小老二，小老二来看看来，哎，他现在就是一个尴尬期，知道我家吗？小老二，现在就是一个尴尬期，嗯。现在他应该学才艺了，现在三个月快四个月了，马上四个月了，还有几天，还有十来天，还有半个月，就快四个月了。三月十五号，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十五号，到七月十五号是四个月。他现在已经三个半月了，家人们，小老二已经三个半月了，啊，小下巴真好看，长得像老大，他长得多，他多数长得像老大，家人们，啊，看着。啊，小老二应该上新家去了，有没有想要小老二的家吗？啊，想要小老二的私信我家吗？私信我啊，私信三文爹啊，你私信我，我晚上就回复你小老二啊。然后呢，我就给他找一个，我就打算给小老二找一个差不多点主人就行啊。谁想要私信我家吗？谁想要私信我啊？知道吧？咱也不会别的，就想给老二找个主人，知道家吗？啊。我也不指望能卖多少钱，知道吧，家们？因为咱不是以卖钱为目的，啊，不是以卖钱为目的。现在就这一个小狗了，啊，就得不免费不可能，家们，免费不可能，因为我不想送给一个免费的，家们，啊，因为怎么事呢，家们？你送给免费的，说实话有点不太珍惜，知道家们？送给一个人的话，你肯定不会珍惜，啊，家们，啊，但是肯定是优惠，老铁们，肯定是优惠。啊，必须找一个好爱他的主人，家们，小老二，啊，好吧，比市面上肯定都便宜，家们，啊，别说那个字容易封号，啊，小老二，老二蛋子，我一定要给小老二找个主人，啊，他是个小男孩，家们，男孩放在咱们家的话肯定会干架，知道吧？咱没法留，老铁没法留，啊，咱家已经有个小五了，小五在店里头呢，知道吧？如果要是小老二。他留到咱们家的话，公狗和母狗还不一样，公狗和公狗容易打架，知道吧？就比如以后跟老四，
他跟老四他们俩也容易打架，知道吧？啊，小老四送走了吗？小老四还没有呢，家人们，小老四主人还没回家呢。我是没精力，要不我就买了。小老二，多好看的小老二，真的。哎，白瞎了，老铁们啊！我跟你说吧，家人们，你知道咱家这些小狗啊，要的今天这些小狗吧，要的人少，知道吧？你们总以为是怎么的？总以为是近亲结婚这那的，我跟你说一点事儿没有，老铁们啊！我跟你说，我可以不告诉你们是老四和他俩发生意外了，咱就是实事求是，知道家人们啊？三弟也是实事求是啊！你说吧，家人们，他俩发生意外了，咱不能说撒谎。你说三弟你撒谎啊？然后呢，告诉大家伙，老大是跟别的狗配的，是不家人们也可以，是不是？也不知道是近亲结婚，对不对？啊，咱就实事求是，老大本身也没跟别的狗在一块配过，他俩就是发生意外了，没办法。既然现在已经有小狗了，你说咋办吗？是不是？啊，有狗粮吗？狗粮有，狗粮在下方小黄车第十个链接，20斤的狗粮195，是不是？我也想要，但是我才21岁，还没那个能力。不懂就问，这是女主播吗？哪个女主？你说她吗？她是女主播，家人们，现在此时此刻，俺们家迷糊蛋子就是女主播，啊，迷糊蛋子，你看小老二，家人们，你看小老二都你看都学会啥了？看不着，这狗子长大了，家人们，你老二啊，那是妈妈，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怎么耍流氓呢？老二啊，那是妈妈，怎么的亲上加亲呢？你打算？老二啊，你打算亲上加亲呢？迷糊有跳蚤吗？迷糊有跳蚤了，他们几个该洗澡了，该洗澡了，该给他们几个月不洗澡了，应该得有快俩月了不洗澡了吧？该给他们几个洗澡了，怎么还没送走小狗呢？现在还剩一个小老二，家人们啊，现在咱家还剩一个小老二，啊，这事学的多快，这孩子早熟，嘿，难道老大发情了？啊？你干啥呢？啊，你干啥呢？我非得揍你一顿，是不是小老二？啊，你一天成天你跟谁混呢？现在你是不是天天跟老四在一块儿？我问你呢，你是不是天天跟老四在一块儿不学好？啊，你跟老爷说实话，你是不是看那个狗片了？你老四是不是给你看狗片了？啊，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放尊重点！哎呦我操，咬我！你敢咬我，小老二？哎，这狗蛋子啊！我看小老二干啥？说他爹早熟，他爹也不早熟啊，我四哥也不早熟啊，我四哥小时候可懒了，四哥小时候也不骑别人屁股呀，你说老大能不能发情了呢？不许欺负妇女，不许咬妇女，我操，我谁敢欺负妇女啊？我看谁敢欺负妇女啊？这小狗子怎么现在有点早熟呢？小老二怎么有点早熟呢？啊？哎呀，这狗蛋子，老爷累呀！你的拖鞋永远是不配套的，乱了阵脚了，小心被老四咬。我跟你说，家人们，我跟你说，我不敢把小老二留在家里头，我就是怕被老四给咬了，知道吧？家人们，你们什么是一山不容二虎？现在咱们家已经有一个虎了，
啊，还有这一头半拉虎，小牛是个半拉虎，家们啊。他跟小老四跟小迷糊本身就不对付，你说现在又整个狗蛋，又整个小，又整个小老二，应该和应该他知道是妈妈和妈妈玩呢。咱们再看一会儿啊，来看看是跟妈妈玩呢吗？这小狗长得像老大，我看小老二，小老二坐好了，小老二坐下，坐下，老爷教你个技能吧，行不行？小老二你坐好了。脑瓜长得大，眼睛像老四，好家伙们，眼睛长得像老四，嘴巴的宽，你看见没？这狗的嘴巴的宽，然后呢，眼睛长得像老四，啊，毛发长得比较白，好家伙们，它的毛发长得像老大，知道吧？毛发长得像老大，然后脑瓜子、眼睛长得像老四，啊，嘴巴的这么宽，啊，也像老四，长得也像四哥，啊，爪子长得也大，老铁们啊，这爪子长得也大。啊，嘴巴子长得也宽，啊，脑袋顶上长得有点像迷糊蛋子，啊，这耳朵长得有点像 Seven， 看到没，家们？啊，这小狗，你看家们，那尾巴小尾巴长得有点像石榴，是不是？啊，你看家们，眼睛左眼睛长得有点像老四，右眼睛长得有点像腐妞，是不是？啊，然后那颜色长得像老大，你说这狗的怎么全家人都随呢？这狗的怎么全家都随呢？老有人问你问题，问我问题，三元爹，糖果好甜，老铁问你，问题呢？糖果好甜，我问你，我看一下子啊，你家那个小狗，有没有好了？什么意思啊？糖果好甜，那如果我家狗流口水也好像肿了。得吃点什么药啊？谢谢，我也不太清楚。如果你们家的狗狗要是肿，是过敏了之类的啊，你带它上打脱敏的啊，不知道是不是肿了啊？因为这方面我也没有，我也不会啊，是不是？我家狗狗流口水好，也好像肿了，得吃点什么药啊？是不是被马蜂叮了，或者是？啊，或者是就是，啊，过敏了，或者吃什么东西了，啊，都有可能，知道吧？咱们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信不信我把你枪给你宰了？啊？你信不信我把你枪给你宰了？啊？你信不信我给你敲了他？啊？你再往前走试试？你信不信我给你宰掉他？信不信小老二？哎？你信不信小老二？我给你摘掉他，我把你枪给你卸了他，你信不信？是不是老四啊？啊？这小狗蛋子，他愿意跟妈妈玩，他应该是跟妈妈玩呢，家人们，那是老大，老大是妈妈。未成年怎么的？未成年我也跟你说，你老爷不高兴，明天我就给你宰了去。啊，你给我放尊重点儿啊，给自己留点面子啊，小老二，你还长不想不想找新主人了？老二，我老爷问你呢，你还想不想找新主人了？啊，你看你的姐姐、哥哥、妹妹都上新主人家里去了。你不着急呀，小老二啊，你不得好好表现自己呀，你不得多学点才艺呀，小老二啊。狗娃子有卖的没？有买的没？这个小老二就是，家们，这个小老二就是啊。你们想要小老二的话，你们可以私信我，家们啊，诚心要的私信我啊，家们诚心要的私信我啊，老铁们私信主播就告诉你怎么买它啊，家们，然后呢我给你包邮。我给你包邮，家人们啊！你们想要小老二的话，我给你包邮啊。主播，今天晚人民公园捡到拉布拉多，你给播一下找主人呗？咱没有照片啊，上哪找主人去？对不对？我现在播有啥用啊？我现在播一下，不就相当于播了个新闻吗？今天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人民公园丢了一只拉布拉多，完事儿。上哪去找？不知道，被谁捡的？
不知道。是不是？我问一下子，我这么的吧，家们，我这么的吧，啊，我问一下子啊，家们，咱直播间有没有朋友，有没有好朋友家里头丢拉布拉多的？有的话，大家伙扣一，我看看。家们，有没有家里头丢拉布拉多的？啊，有的话你扣一，到时候我联系帮你送过去，有没有？我看咱直播间有几个扣一的。啊，叶子丢了个拉布拉多，啊，假装瑶，假装瑶丢了一个，可可西里也丢了一个，丽也丢了一个。今天啥日子呀，老铁们？今天啥日子？怎么都丢狗呢？今天？啊？今天啥日子呀？怎么今天都丢狗了呢？丢狗日啊，今天呢都丢了，你看一说都丢了。作品有，咱也不知道谁发的呀，对不对？咱也不知道谁发的呀，老铁们，是不是？啊，丢了个拉布拉多，没准人家就是想发一个视频，家们想上热门呢，对不对？家们，没准人家没人丢拉布拉多呢，他就哪找出个拉布拉多，哎，就为了让你们去帮他宣传，帮他点双击啊，帮他点关注，家们，没准就是为了这个呢，你想没想过呢？家们，这个社会好人多难当啊，你想这一点呢，是不是？家们。为了上热门，我拿出一只拉布拉多，谁家丢的狗啊？结果大家伙都帮他去做宣传，结果他层层涨粉，有没有这种可能呢？老铁，啊，是不是家吗？啊，是你想的坏了，是朋友圈发的。啊，主播你好，迷糊卖卖迷糊不卖啊？首先家们啊，三阳爹做不了宣传，因为啥呢？咱也不认识人家，我也不知道谁发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地点，我也不知道拉布拉多长什么样，知道吧？咱没法啊，咱顶多能替人点个双击啊，对不对？替人做一下宣传，是不是家们？哎，就这个事儿说一下子，是不是家们？咱直播间讨论了，讨论完不就相当于给宣传了吗？对不对，家们？咱直播间要是有的话，他早就根据你刚才说那个渠道，他去搜了，知道吧，家人们？啊，我连见都没见着，我怎么给他播报呢？对不对？我连看都没看着，是不是？啊，家人们，你说对不对？啊？哪天老爷也说一下小牛走丢了，咱不能那么说啊，老铁们啊，咱不能说小牛走丢了，小牛不带走丢的，家人们，大家伙了解小牛，小牛蛋是不带走丢的，家人们，你们见过小牛蛋子出门的时候啥样吗？老铁们，见过吗？小迷糊蛋子跟我出去，他对我是寸步不离啊，他不带走出五米之外的，知道家人们，更别说千里之外了。除非我送小迷糊，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对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啊，家人们，除非我送小迷糊千里之外啊，小迷糊蛋子，我就这么跟你说，家人们，带小迷糊蛋出去玩，小迷糊蛋子不可能离开我视线之外吧，咱不能说五米之内吧，家人们，我就说小迷糊肯定不能离开我视线之外，知道吧？肯定不会啊！如果他看不着我，小迷糊就毛了，知道吗？他可能就乱跑了，那可就真丢了，知道吧？他不可能说乱跑啊！小石榴身体怎么样了？小
我想知道小石榴蛋子身体怎么样了呢？小石榴蛋子啥事儿也没有啊？俺家小石榴蛋子很健康啊，马上就要生下一窝了。啊，小石榴蛋子马上跟老四又要结晶了。小迷糊，石榴啊，又要生下一窝了。你看，给我四哥激动的啊。小石榴总被老四舔，我四哥是舔完一窝又一窝啊，舔完一窝又一窝。哎呀妈呀！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点点亮，老铁们，有想买咱们家的东北黑木耳的好朋友们，东北黑木耳23.9元180克，家人们，23.9元180克，55一斤，老铁们，东北黑木耳55一斤。啊，新木耳，今年2023年新采的木耳，老铁们啊，新采的东北黑木耳只需55块钱就能买到一斤啊，家人们喜欢吃木耳的都可以拍的。石榴是真的又怀孕了吗？老铁，我是说啥你信啥呀，我说啥你信啥呀，咱那小石榴蛋子已经当时已经给小石榴做了啊，做了那个叫结扎了，已经给结扎了，他跟谁怀孕呢？真有人相信小石榴现在已经是跟老四一分钱。小老三小老二过来，又尿了啊，小石榴做绝育了啊。三兄弟刚才开了个玩笑，但是没想到还真就有人相信啊，成大忽悠了。咱们家现在有一个猕猴蛋子还不够吗，家人们啊，有一个猕猴蛋子还不够吗？难道你们还想让咱们家有千千万万个猕猴蛋子吗？没绝透，我也不知道绝不绝透，但是小石榴时不时的总会发出一些味道啊，勾引我四哥。小石榴总会时不时的发出一些味道啊，然后呢总来勾引我四哥啊，整的我四哥那是魂不守舍，整的我四哥是神魂颠倒啊，整的我四哥都无法爱上别的狗，无法爱上别人啊，是不是四哥啊，整的我四哥心里头刺挠的只有小石榴自己啊，这你也知道，老爷和三爷拍段子绝了，欢迎大家伙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家人们咱们点点亮，是不是小石榴？哎，家人们你们知不知道小石榴和老四他俩结婚几周年了？有没有知道的，家人们有没有算过的，老四和小石榴结婚几周年了？小迷糊蛋呢现在马上是2019年出生，小迷糊蛋呢是哪天出生的，家人们？2018年吧，不对，2019年12月30号，是不是？2019年12月30号，2020年12月30号，2021年、2022年、2023年，结婚已经快四周年了，他俩，老四和小石榴结婚也快四周年了。31号，我记得是30号啊。啊，马上五年了，小石榴有功劳，生了小迷糊宝贝，啊，迷糊啊，小迷糊聪明，咱玩游戏啊，家人们，咱们今天玩游戏好不好？家人们，咱替三兄弟先点点亮，咱把爱心给点到20000，家人们先点到20000啊，咱们还玩昨天的游戏吧，我觉得昨天那个游戏还挺好玩，是不是？今天，家人们，今天。咱们让谁做选择呢，家人们？啊，今天咱们换一只狗做选择，看看两天能不能都是同一只狗拿冠军，行不行？昨天是老四拿了冠军，老大开的场，是吧？老大开的场，老四拿冠军。咱们今天，家人们，啊，让谁开场呢？让谁开场呢？啊？
腐牛啥时候生宝宝？好期待。腐牛不知道啊，家人们，腐牛不知道啊。啊，我还不知道腐牛能不能怀孕呢。说实话，老铁们，我都不知道腐牛能不能怀孕。看人家 Seven 找的老公多帅，老四爱的这媳妇一言难尽。此言差矣啊。咱们俺家 Seven 找的老公好看，是因为俺家 Seven 啊，是我给他找的，知道吧？是我给他找的好看。老四呢，家人们，老四他是自由恋爱，家吧，家吧，知道吧？我四哥就好像，俺家 Seven 就好像活在啊，活在封建，就是活在古代一样啊，婚姻被包办了 ，Seven 的婚姻被包办了。老四呢，他活在现代啊。我四哥就好像呢，他有一个自由恋爱自由，知道吧？他有自己的选择的权利。啊，家人们，你没发现我给老四找的媳妇儿，找的腐牛蛋子啊？俺们家老四不稀罕吗？不喜欢吗？啊 ？Seven 属于包办婚姻，老四属于自由恋爱。家人们，我四哥眼光还，家人们，四哥的眼光还比较独特呢。他就喜欢那个外国的那种外国妞，我四哥就喜欢那个外国的，喜欢烫头发的。啊，你看看，哎呀，我给我四哥乐的，四哥你是不是喜欢烫头发的？头发不卷都不要，是不是？啊，四哥要给他修理修理，把人家小石头这个毛啊，要给他捋直他。啊，就喜欢卷毛的。我四哥说了啊，人家说了，外国狗和外国狗结婚生出来的孩子呀，他聪明，这不就是例子吗？家人们啊，小明不就是个例子吗？还是脚反了？我没反呢，我觉得没反呢，家人们，这么穿是对的吗？这么穿也不是对的呀。等会儿啊，我再换一换啊。别动，别动，别动，起来，起来，起来！我看怎么穿是对的，这么穿是对的，不对，这么穿。哎，这回就对了，这回就对了，啊，这回就对了。问小明，明啊！明明你过来，老爷问问你。明明坐好了，坐下，明花。老师你起来，你看我跟小明我唠会儿嗑，你看小明坐好了，来问你啊，老师。来，小明花，小明来问你啊，小明问你，老爷你坐好了，坐好了，明花。你说我这是两只脚怎么穿对？明花你看看，来，这两只脚怎么穿是对的？它怎么穿是对的？三个不用拿啊，明花你坐好了。来，小明花你告诉我，老爷这两只鞋怎么穿是对的？你替老爷摆一下子。明花怎么穿对啊？这个脚，这个应该放哪儿？这个脚，比曹操跑得多快呢？小明啊，我先让小明摆一下子的，你瞅瞅。完了，完蛋了，这回完蛋了，这回直接把鞋直接把我的鞋蛋子叼到狗窝里去了。小明啊，塞吧，去把拖鞋给我拿过来去。三把拖鞋给我拿过来，拿。老大爷跟老大爷跟老腐妞干仗，老你看你看小老四拉偏架，你看不着，看不着，家人们你们看不着小老四拉偏架，你看着啊。
腐妞和老大在这干仗呢啊，看着啊，他俩在这玩呢，看着吗？老大拉偏架，老四拉偏架，你看着啊，老四拽着老大的腿看，老四拉偏架，他不拉腐妞。点点亮家们啊，点点亮，第三天点到三万爱心，老铁们谢谢大家伙了，一人点十下，咱直播间有1200人，老铁们咱替三元店一人点十下好不好，咱给点到3万爱心行不行，一人点十下，再帮三元店点十下。哎呀，自己去拿去吧，你指望三元去拿呀，三元不带给你拿过来的。干啥呀，去，我跟你说三元不把这个鞋给你拿走就不错了。小明啊，你把这鞋给我拿来。这回不完蛋了吗？谁出的馊主意？谁出的馊主意？三幺推我抢过来，三幺去，三幺过来。三万，你来，三万，过来。明花，这个凸鞋，你给老，你看，老爷现在光脚，明花，你看看，这他妈脚谁给我挠的？你看看吧，我没有拖鞋能行吗？你看这脚谁给我挠的？啊，那边的。正常这应该打疫苗啊，迷糊给老爷穿上来，迷糊你把鞋给老爷穿上，谢谢迷糊，老爷谢谢你了好不好，迷糊蛋子，你哥的，你他妈别咬我，迷糊，你傻吧你啊！别咬着我，给我老爷穿上来，给老爷穿上，迷糊来看，迷糊听话，迷糊给老爷穿上，好迷糊，好迷糊蛋子，哎，好迷糊，好迷糊啊！哎呀，哎，迷糊蛋子真乖，真乖，迷糊蛋子这双眼睛长得真好看，啊，迷糊你是不是老爷？你是不小迷糊？你是不是喜欢老爷脚丫子的味儿？小迷糊是不是喜欢脚味儿？你闻闻，来给你闻，你看看，操你哥的，你别呲牙，一会儿来闻闻香不香，中指食指看看香不香，一会儿啊，香吗，你看看，你别给我咬坏了啊，给你玩一会儿行，你给我咬坏了我跟你说就过分了啊，我跟你说别蹬鼻子上脸啊，迷糊啊，别蹬鼻子上脸知道吗，啊，为了个拖鞋，为了个拖鞋你认你老爷，为了个拖鞋你都不认你老爷是不是啊，老爷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你就这么对我呀，迷糊，你就这么对我呀，闭嘴，拿来明花，啊，给老爷穿上啊，好明花，好明花，给老爷穿上啊，好明花。
衣服在哪穿着来？给我穿上迷糊来，快快，行，听话听话，迷糊快，好迷糊蛋子啊，好迷糊蛋子，咱喜欢你，我喜欢你，迷糊蛋子来快，咬坏了，我他妈一拽就坏，那我得穿拖鞋呀。咬坏了，我他妈家里没拖鞋了，我家里总共就是两只拖鞋，还都是左脚，你看看你看看，总共就是两只了，拿来，拖好了好了好了，明白，好了好了明白，好了好了好了，明白啊。哎，明儿，这个给我呀，来，迷糊，你快听话了，老爷没有拖鞋了，快听话来，迷糊听话听话，脱迷糊脱了，迷糊吐了，我希望吐了。明儿啊，好了，完了，你他妈咬我拖鞋是不是啊？让你咬我拖鞋啊？你看我他妈这，我他妈揍你吧啊！明儿啊啊！你是不是心里没数？明儿，问你呢，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问你是不是心里没数啊？啊！操你妈的！我今我不拍你，我是你姥爷吗？啊！我不用这个板砖，我拍你，我都不是你姥爷啊！走，拍你不？啊！改改脾气。气死我了，那脾气太大，这小迷糊蛋脾气太大，把砖拿来，来砖，怪你，不怪迷糊，是你撩他，我啥时候撩迷糊了，家们你们是从头开始看的吗？我啥时候撩迷糊了，我啥时候聊他了，刚才你们说，我给你们看看啊，家人们，刚才你们说啥，说三月天你穿的鞋穿反了，我说迷糊啊，你过来，迷糊，迷糊你过来，迷糊，你看老爷鞋穿反了没有，我就那么一下子，小迷糊把拖鞋就给我叼跑了，我啥时候聊着他了，我聊着他干啥呀，小迷糊给我开支啊，咱也没欺负迷糊啊，别动，哎呀我操，别动，我这个脚刚才让狗挠坏了，看了吗，我把这个拖鞋一穿上，怎么感觉有点沙挺呢？啊啊，看不着，感觉沙的慌，不行，我得把这个拖鞋我用水冲一下子。
我没被狗咬啊，我就穿拖鞋感觉有点沙得慌，没被狗咬啊，他和小牛刚才没咬我啊。刚才这会儿有点沙得慌，看这会儿看到吗？沐浴露洗洗吧，这家伙这让狗挠了一下子，磨的这样，你看看见吗？让狗挠了一下子，应该是挠出血了，挠破皮了，知道吧？最好打狂犬疫苗，哪怕只有红一点点儿，都要打疫苗。小迷糊呢？啊，破皮了就得打针，把拖鞋与沐浴露洗洗吧。现在好了，家人们，现在好了。欢迎大家来到洗脚丫直播间。啊，玩游戏吧，老铁们。没事啊，家人们啊，我年年基本上年年都打针。啊，我年年都打针。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你看我去年什么时候打针啊？到现在还不到一年。家人们，我去年打的针到现在还不到一年，我去年什么时候打针来着？还不到一年啊！我应该是打的是加强针，我现在打加，每年我都打，家人们知道吧？人大夫，我跟你说，我就说我家狗得狂犬病了，我都不带得狂犬病的，就我得狂犬病，我家狗都不带得狂犬病的。不对，怎么说呢？就是。不用打没事儿，真的不能忽视，太吓人了，一针管多久？我跟你这么说啊，家人们啊，我养狗养七年了，我这七年之间每年都打，啊，seven那年我也打，然后。想小石榴那年我也打，老四出生之后我也打，有小迷糊之后我也打，自家狗没事，只能挠的不是咬的没事，两针加强针管半年，不打没事，自己家的狗打了疫苗的，狗狗打疫苗人就不用打了。三万爹年年都去打疫苗，那儿报道。哎呀，狗得教育。行了行了，没事家们啊，没事啊，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啊。待会儿想买，又想买咱家这个什么的，家们又想买咱家东北黑木耳的话，你们可以拍单木耳啊，老铁们啊，你们可以拍单东北黑木耳啊。然后呢，你们想要小老二的家们，我们家小老二啊，小老二是一个公拉布拉多啊，家们是一个小公狗啊。然后呢，现在要给他急需给老二找主人啊，咱们看看小老二什么样啊，老二来，咱们要给小老二找主人啊，你们喜欢小老二这样的啊，家人们看什么，老二长得也非常好看，长得像老大，老大和老四中，你看老大和老四中间那种类型的，看家们啊，长得你看看，非得看你，我看你有啥用啊，你找新主人呢，你不想在这家待了？一单木耳，我是山东人，能拍不能拍？能拍啊！像老四，帅哥啊，公狗啊，家们啊，小公狗，男生啊，有想要这个小男生的，家们，三元爹诚心给他找一个好主人啊，家们啊，希望大家伙有想要小老二的话，你们私信我，家们私信我啊，想要的话你们私信我就可以了啊。
没有土豆粉，家人们，现在没有土豆粉啊，找一个有能力养狗的，家人们，有能力养狗的啊，能养他一辈子的，家人们，你不能说养个三天两天，养个三天两天不养了，然后呢给别人了，或者送给别人了，或者是不养了，不知道扔哪去了，知道吧？你要咱要是养他的话，你就对他负责任，老铁们，知道吧？五十八给几盒？给三盒，三盒，啊，拉布拉多，拉布拉多，哎呀！拉不拉总拉肚还拉血怎么办呢？给他吃点益生菌肠胃宝，给他吃点益生菌肠胃宝啊。第19号链接肠胃宝58块钱发三盒，老铁们58块钱发三盒啊。王炸要不起，王炸要不起，老四想上镜头了。那笼子里边是老几？笼子是老四，家人们，笼子老四，但是他已经有主人了，老四已经有主人了，咱家就剩老二没有主人。哎，过来来，这小狗啥都能找着。老三，好，好，进笼子，都进笼子来，进笼子，咱要进笼子。老四，你家在哪儿？你心里没数吗？老四啊，啊，你过来，老四来，你家在哪儿？你心里没数吗？老大进来了，老大。老大进来了，老大进来，老大没有老四愿意进笼子，你知道吗？老四愿意进笼子，老大不愿意进。虎妞进，虎妞也喜欢进笼子。我一说让虎妞进，虎妞进去了。再进笼子，不行啊！看来明天从明天开始直播，我得穿袜子。现在没有啊，土豆现在没有。三要进去，三进去。你没有吃的不行，三要不进去啊。你看我假装拿个东西，三要看。看吧，走，进去，进，再进来，进来，进，再进来。我有纸条，咱玩游戏，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有六个纸条呢。咱玩游戏，三，快进来，来玩游戏了，玩游戏，玩游戏，三万，你看，你看，先对，玩游戏，进去，三，玩游戏，一会儿玩游戏，要你先选，让三万先选。一会儿三，你先进来，你先进来，我去拿零食去啊！你那三万现在多，你现在多尖啊，这狗啊，太势利了，这狗多尖！你看啊，我给三万拿肉干啊，啊，进去吧，进去吧，我拿肉干啊，进去，进去，屁颠屁颠的，你看看，来，进去，进去。我给你有啥用啊？小明说：“我这么听话，你不给我一个，你好意思吗？”老二进去，老二进。小明说：“我这么听话，你不给我一个，你好意思吗？”小朋友要吃，我去拿那什么去啊，家人们。咱玩游戏啊，老铁们，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咱们点点亮啊，谢谢大家伙。给，一会儿都给，家人们，一会儿都出来玩游戏。Seven 那不是特殊吗？ Seven 不是特殊吗？ Seven 进笼子不是费劲吗？是不是家人们？ Seven 进笼子不费劲吗？
啊！让三爷出来，来，三爷出来。哎，站出来吧！一二三，三爷出来啊！好。让三爷出来啊！让三爷做个选择，老铁们，让三爷做个选择啊！看三爷今天跟谁比啊？咱们今天比一个远距离的啊，老铁们，咱今天比一个远距离的啊！让三爷比，往三坐下，坐下，坐下，三坐坐，好，坐好了啊！一个狗狗，两个狗狗，三个狗狗，四个狗狗。五个狗，六个狗啊，家人们，让 Seven 挑一个啊，看 Seven 今天跟谁一伙，家人们，我也不知道他们几个谁是谁啊，他们几个谁是谁我也不知道。Seven， 请做出你的选择，选谁？选哪个 ？Seven， 摸摸一个，哎，哪个？这个，拿一个，拿起来一个，放我手里。放一个，放一个，你看你放俩干什么玩意儿？你再坐下，坐好了，坐坐坐坐。再拿下来一个，放我手里，拿下来一个，坐，一二三，坐立，再起来起来起来，再坐好了，你随便选一个，选一个，再选一个，拿起来，放我手里来啊，放这拿一个就行。好，我看这个啊，我看这是谁？再不能动了。家人们有需要压缩毛巾的啊，家人们压缩毛巾9.9元20枚19.9元50枚29.9元100枚啊，29.9元100枚压缩毛巾，不会是 Seven 自己吧？啊，老四，Seven 选择了老四，家人们 Seven 竟然选择了老四，啊，今天咱们玩长距离的啊，老铁们。Seven 竟然选择了我四哥，这下可有看头了啊！太聪明了，啥都懂。压缩毛巾9.9元20个19.9元50个29.9元100个来啊，三怪来，有请我四哥闪亮出力，出力，四哥出来来。不得 ，Seven 你脱了，你看你就捣乱，你看你就捣乱，拿这么多纸条干什么玩意儿你？来，老四，马上5万爱心啊，家人们，咱替三元爹点到5万，三元坐这儿，
三爷坐下，三爷坐好了，来，坐好了，老师坐好了，对，坐好了，坐下啊，不能动啊，咱们玩个今天玩远距离的，一样都是三局两胜，家人们啊，还是昨天那个规矩，三局两胜，但昨天咱们玩近距离的啊，今天咱们玩这个远距离的啊，看谁能拿第一名，我这个是不是应该给它放低一点，是吧，家人们，不许动啊，谁也不准动，三你坐下，拍的特别好用，是不是，压缩毛巾9块9 20枚 ,19 块9 50枚 ,29 块9 100枚啊。完了完了完了。我放低一点啊，同学们。啊，让他俩去抢。让他俩去抢这个距离。你都说他俩非常有再往退，往退，往退，咱俩坐这儿，咱俩坐这儿，咱坐这儿，好，坐这儿啊，老师不能动，运动啊，远距离的，看谁能拿第一名。谁能拿第一名？一、二、擦！我抢跑，过来，都抢跑的，老师过来，再来，再来，不动啊！准备，一、百分之百是三万拿第一了，家人们，啊，三哥来，来来，方便点啊，方便点，三哥，来来，三哥你上，哥你上来，老师这边，老师这边，老师这边，好，三哥，刚才老师说这种是不是？三人爹只能说把老师淘汰了，看到吧？干哈呢，包子？你干哈呢，大包子？啊，大包子干哈呢，大包子？啊，你想吃肉干的包子？给你干。啊，老师你也不行啊，四哥，四哥呢？啊，你让他们两个换个位置，换位置了。家们，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不是不是一个位置啊？老师坐着的姿势，坐姿，老师笨，老师这起，刚才第一次和第二次是不是不是一个位置啊？你换啥位置都白费，我就这么跟你说，家们啊，换啥位置都白费，你看着啊，来过来，来，站这儿，来，来来来，过来。公平啊，家们啊！都坐起来，都坐起来，要不这样不公平。坐下来，坐下，坐下来，坐下。
放假啥劲儿呗，老四肯定玩不过 seven 啊！你别看昨天老四拿第一名，但是今天老四碰着 seven 了，老四碰着 seven 了，老四今天肯定拿不了第一名了，啊，肯定是了。咱赶紧让老四回家，早点回家休息吧，别耽误老四的时间了，行不行，家人们？行不行？赶紧让我四哥回家休息吧，洗洗睡觉吧，啊！别耽误我四哥宝贵的睡觉时间了，啊，家人们，咱有那时间咱拍一单压缩毛巾吧，老铁们啊，压缩毛巾人手拍一单，咱家人们，咱直播间好朋友们啊，家里没有压缩毛巾了啊，家人们你们可以拍一单，9.9元20个，19.9元50个，平时用起来特别方便，老铁们，真的，夏天天气炎热啊，在家里头在户外，家人们带一片压缩毛巾，到哪都能洗脸。到哪都能把毛巾掏出来，家人们放到兜里就行，知道吧？三怪来，9.9元20个，19.9元50个，29.9元100个压缩毛巾，来，咱进老师进去来，再让人家三个选一把啊，三个来，三个再选来，老方便了，家人们压缩毛巾啊，三坐，坐好了，坐好了，三坐啊。家人们，你们拍一单29.9元的，29.9元我给你发100个，合到3毛钱一个，揣到兜里，放在包里多方便啊！来，三万，你再选一个，三万，你看你挑战谁啊？他们几个谁是谁？我谁都不知道啊！三万，请做出你的选择，拿一个，做出你的选择，三万，选一个，交起来啊！这个。哪个？就这个了，是不是？行，看看啊，我看啊，你别吃了，吐了，给吐，我这啊，操你哥，三吐了，操！吐了，快！操你哥，你不玩这游戏了，过来！操你哥，你怎么给吃了呢？这两个刚才是掉地下那两个啊。坐好了，坐下。我看三万，看三万选这个，三万。我看三万缺这，我看三万这选的这是谁啊？这是谁？迷糊。坐好了，三坐好了。三万选的迷糊，老铁们啊！但是三万把谁吃了我也不知道。啊，还剩两个选手，三万吃了两个，还剩两个，啊，我不知道三万把谁给吃了，坐好了，坐下，三万，怎么给吃了呢？我的妈呀，哎呀，有笔的油墨不要吃，他给吃了，那怎么办呢？那咱给三万开刀，给他洗洗胃，吃了吧，吃了就吃了吧，啊，小牛蛋子不是牛逼吗？小牛蛋村来，小牛蛋的家们啊，接下来欢迎小牛蛋子。大财们缺乏维生素了，可能。没事啊，没事。咱以前总吃纸。我以前的书啊，也被三文啃过，知道家吗？也被三文啃过啊。然后大家伙想买咱家东北黑木耳的家吗？可以拍张东北黑木耳，23.9元，180克啊，55块钱一斤，家们啊，想买黑木耳的好朋友可以拍张东北黑木耳。然后呢，家们啊，等一下子啊，看小明和三文之间他俩谁能赢，三局两胜，老铁们。
小牛大的不是厉害吗？我看小牛大的什么地方厉害啊？来，过来，小牛大的坐好了。三位来，三位来，坐好了，三位来。三位坐啊，很重要，注意坐啊。你坐下，牛啊，你坐下。我看谁能拿第一名。啊，我看今天谁能拿第一名 ？Seven 啊，好，你看不见吗？这个能看见了啊，这个能看见了，看谁能拿第一名啊！大家坐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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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坐。他怎么偷跑？总想跑！过来，牛来，过来，过来，三姑，过来！能，我不想跑。再来，再过来，再坐，再坐，再坐人，牛坐好了。你是不是以为我傻啊？我们再来都抢跑是不是？2.5，2.8，你回去。不要。各位同学，来第二局，来第二局啊！一局小牛赢了。来，三个人，三个人，三个人来，小牛过来，过来。好，不动啊！三局两胜，家人们啊，这是第二把，小牛已经稳赢了一把了啊。你是不是有病啊？我越输越往前跑，是不是啊？越输越往前跑啊！掉嘴是不是？掉嘴！你咋也不听话了？你真让我愁的慌，我一个坐着非得把着你，我得把着你才能好好玩，是不是？坐下。各位各位，一、二，三，完了，今天你放心吧，今天只是小牛大的拿第一。咱们小牛大的不拿第一，我今天我吃粑粑。小牛大的今天如果不直播拿第一的话，我直播间吃粑粑去。真的，小子们，我直播吃粑粑，玩啥了？坐好了，三文，给三文一个奖励啊！三文打败了一个小老四，家人们，你说三文能打败老四，竟然打败不了迷糊啊！家人们，感谢大家伙看咱们家狗狗狗狗向前冲节目。家人们啊啊，咱们接着小迷糊做选择，看跟哪个狗子进行 PK， 家人们啊。
狗狗狗向前冲节目由咱们家东北黑木耳特别赞助，老铁们啊，东北黑木耳啊，家们可以清肺润肺刮肠子啊，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好吗？咱们可以拍张东北黑木耳啊，家们，东北黑木耳特别好，家们啊，想买黑木耳的朋友们都可以拍一单啊，清肺润肺，老铁们啊，木耳特别黑，看见吗？啊，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老铁们啊，黑木耳产自咱们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啊，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啊，待会儿可以去拍单，今天拍，咱们明天就能发货，老铁们，东北黑木耳啊，今天拍，明天发货啊，这个是泡好的，老铁们啊，木耳肉特别厚，家人们啊，这个木耳肉特别厚，看到吗，老铁们？啊，都是今年新摘的木耳，家人们。都咱们家今年新摘的木耳啊，想拍木耳的家们啊，都是一个一个的啊，想买木耳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拍一单啊，这个木耳不错，黑木耳挺好，我买过55一斤，23.9元180克，木耳狗可以吃吗？这个木耳是给人吃的啊，这个木耳是给人吃的，家们，不是给狗吃的啊，现在55元一斤，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拍一单啊，咱们游戏还要继续，游戏还要继续啊，来三位小迷糊，好，三位回去吧，三位回去吧，三位回去，三位回去啊，小迷糊出来，真是一物降一物啊啊！和老四已经被淘汰了，家伙啊，老四已经被淘汰了。现在小迷糊要从这两位当中选一个选手啊，老铁们啊，要从这两位当中选一位选手，你们猜小迷糊会选择谁呢？小迷糊，你先坐下，迷糊蛋你别晃悠行不行？整得我直晕，真的整得我直晕头转向的，迷糊蛋子，坐好了，迷糊坐，迷糊坐，趴下，趴下不能动啊！从这两位选手当中，你选一个。小迷糊摸一个，小迷糊选一个选手，迷糊选一个，迷糊选哪个？迷糊选一个啊，这个是吧？行，迷糊蛋选了他，这小迷糊蛋自己选的啊。这是谁呢？小迷糊怎么都犯规，老四犯规都是对的，服了。今天犯规我也没说啥，老铁们，今天我犯规我也没说啥呀，对不对？谁犯规没？老四犯规我也没说啥，家们，对不对？咱昨天是扣分，今天犯规只要能正常比赛就行，犯规吧，家们啊，就是你看老四啊也犯过规是吧？啊，小明也犯过规，啊，今天犯规就不算了啊，家们，腐妞，啊，腐妞，好。下一位选手看是谁啊，家们啊，下一位我想知道三三把谁给吃了，下一位选手是谁，小明跟腐妞比啊，你们说谁能赢，三位啊，但三位已经被淘汰了，也就是说小迷糊跟腐妞赢完之后跟老大比，跟老大比完跟三跟小石榴比，怎么比都是小迷糊赢，怎么比都是小迷糊赢，小迷糊没有对手，家人们，老四已经被淘汰了，老四已经被淘汰了，小迷糊指定没有对手啊，家人们，小迷糊指定那没有对手，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接下来咱们有请啊我们家腐妞闪一料出列啊，腐妞出来吧，三位咱不能叫了，三位啊，现在是小迷糊跟腐妞他俩进行比赛啊，好不好，好，来家人们，咱直播间好朋友们如果又想买那个咱们家深海鱼油的啊，深海鱼油呢现在有活动啊，49元两瓶啊，家人们49米两瓶深海鱼油啊，家里有狗狗掉毛啊，哎，都可以吃深海鱼油啊，老铁们，来，过来，来，你们坐下。
怎么样？坐好了。坐下，怎么样？坐下。怎么坐好了？走，不准动。不动啊！他们俩谁能赢呢？咱们猜一下，可以竞猜一下子啊！不许动！否定你坐起来，你不坐起来你怎么赢啊？坐好了，同学。你必须把小牛赢了，坐好了，各自各位坐好了，别着急。一，哎，那你跟小牛干了，真行真行。哎，我得把着牛干了，那小牛干了之后，咱靠出牌。那不正一点的啊，不能光让小牛自己吃，啊，能不抢跑，能不抢跑，能不抢跑？我看你七个不服八个不会的，你给我坐那儿，小牛在这儿，你给我坐那儿，我得把着你，不把着没东西。能看见吗？是吧，这回能看见是吧，我得把着你。往对往对。我今天找不到你啊。不许动。一。为什么腐妞拿不了第一名呢？啊，腐妞从小胖乎乎的，两个都不省心，小明冠军不用比。对啊，胖妞也准备了啊。回头过来，腐妞，过来，小明，比赛结束啊，家人们啊，小迷糊蛋的赢了。但是我想挑战一把，我让小迷糊蛋的让着腐妞的啊，来过来，来，看一下啊，来，迷糊过来，你们坐这儿，不许动啊！我想挑战一把啊，家人们啊，看小迷糊能不能拿第一，不许动，迷糊。虎妞坐好了，虎妞在这儿呢，在这儿呢。虎妞，你坐着，你看你那孩子怎么这儿呢？我发现，你这虎妞这一天跟二跟个傻子似的，坐着你就不能坐。虎妞坐这儿，小牛不能坐啊，过来，小牛你坐这儿。哎呀，虎妞啊，你看你非得跟着我走干啥？你咋不听我话呢？让你赢一把，你咋这儿呢？小牛在这儿不能坐啊。不能动名。哎呀，你上这儿来，不能动名。哎呀，你听话。我寻思咋的，我先让迷糊在后面，腐妞在前面，知道吧，我先来比一把，那腐妞就跟着我，他不听。好了啊，家人们，接下来老大，家人们啊，接下来老大，
老大如果赢不了小迷糊，那基本上是只有老四能赢迷糊了。远距离的小，远距离老小迷糊也不一定能赢，远距离老四也不一定能赢啊，家人们啊。好，你多抓一会儿小迷糊，小迷糊对于吃要起。那小牛大的尾巴摇的，看啊，小牛大尾巴摇的，老四淘汰了。好吗？来，过来，来，过来，来，骨头上来，老大过来，来，坐这儿来。坐这儿来，老大，你能不能别让小牛赢了？坐好了，明白是吧？啊，好了，老大，你不能让小牛大的赢了啊！不能动，谁也不许动啊！让他再把谁小迷糊蛋能不能赢？好，各就各位，一、二。迷糊，我就想知道你能不能让着人家，能不能让着人家呀？啊，能不能啊？能不能？能不能让着人家？能不能让着人家？啊？你让人家拿一把第一名，你让人一把，让人吃点好吃的，你怎么不能让人家呢？迷糊，礼尚往来你不会呀？不会呀你啊？啊？礼尚往来会不会？你唱谁？你说谁妈？你再说一遍啊！老大进来，老大来，老大进，老大进，老大进去。老大进，老大进去，老大出来了啊！老大出来了，老大进，老大，老四回去，老四回去，小石头还没比呢，小石头没比呢啊！家人们，咱还差3000爱心，咱点到50000，还差3000爱心点到50000，咱替三文爹点到50000爱心，好不好，家人们？替三元爹点到50000爱心，谢谢大家伙啊！有需要深海鱼油的家们可以拍单深海鱼油啊，49块两瓶，猫狗通用啊！石榴出来，来石榴，你看小明蹦的，你看小明，你看小明乐的，我靠，小明，你给我消停会儿啊！你这么高兴的，你怎么？小石榴刚才没比复活石榴，
小石头刚才没比，小石头今天头一把参加。爸爸第一能不乐吗？哎。你用眼珠子滴溜圆，这小迷糊，你眼睛滴溜圆，母子俩决战啊！家人们，看看小石榴能不能，小迷糊能不能让他？好，过来，坐好了，坐好了，坐下。看小迷糊能不能让着妈妈啊！小迷糊啊，跟谁亲，跟谁远，心里有点数，听不听见？啊，我告诉你，这把啊，可是母子之争啊！你妈妈是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养大，知不知道迷糊啊？啊，这把无论如何自己不能跑，不能抢，是吧？啊，各就各位啊！看你这迷糊蛋子啊，一把不让别人赢，你说行不行？你说老小迷糊行不行了？你说他啊，来坐好了，来，小石头快来，来石头这儿，小明坐这边，小明坐这儿，我给你开个会，来石头，来石头这边，石头来，来石头，小明坐好了，好，小明，你我问问你啊，咱们家谁最心疼你？我问你，咱家谁最心疼你？啊？我问你话，谁最心疼你？是不是石头最心疼你？小明花啊，你是不是应该小石头赢一把？是不是？是。石头来，石头快来，石头来，快来。但是今天小石榴赢了，老铁们，今天小石榴赢了，咱无论采取是多少办法，都是小石榴赢了。啊，石榴短板是，啊，腿太短，速度不慢，不孝之子啊！你说小迷糊大的赢的光彩吗，老铁们？啊，小迷糊，你给我过来，来，你过来，迷糊大子。啊，我问你，你赢的光彩吗？啊？你坐好了，你坐下，他把你都把谁赢了？把 Seven 赢了，把老大赢了，把腐妞赢了，把石榴赢了，还差老四，你没赢，今天还差老四，家人们，你说让不让小迷糊跟老四比？啊？让不让小迷糊跟老四比？凭实力当然光彩。比一把，不让，比，比一下，老四肯定是不能咬他啊，家人们，老四肯定是不能咬他。这么的，家人们啊，同意比的话你们扣一，同意不比的话扣二，我看扣一的多还扣二的多啊。大伙也能看见啊，来，同意比的扣一个一，同意不比的话扣一个二啊。
37个，明显，明显，我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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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4个一，基本上都是一，老铁们都是一，都是一。家人们，你说深海鱼有人吃的狗，人狗吃的啊，这宠物吃的，专门给狗狗吃的啊，缓解狗掉毛的。家里的狗都大量掉毛啊，毛发不好啊，毛没有光泽呀，有皮肤病啊，家人们啊，鼻头不黑呀，都可以吃鱼油，家人们都可以吃深海鱼油啊。免疫力低呀，家人们啊，狗需要补钙呀。都可以给狗子吃点深海鱼油，老铁们啊！免疫力低的狗狗，有皮肤病的狗狗啊，老铁们啊，大量掉毛的狗狗啊，都可以吃深海鱼油啊！人能吃吗？人不能吃，不用比老四赢，一买两瓶，他一发两瓶，49块两瓶，家们啊！咱家这个鱼油，家们，咱家这个鱼油啊。你们在外面买的话，买一瓶的话就是40-50块钱一瓶，在外面买40-50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家只需49块钱啊，给大伙发两瓶深海鱼油，老铁们啊，给家人们发的是两瓶啊。好了，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迷糊怕老四，迷糊都得退赛，12点了。该吃饭了，12点了，比赛可以，迷糊，保险弃权，不一定啊，近距离的话，小迷糊能弃权，远距离小迷糊未必能弃权，家人们，远距离小迷糊大的未必能弃权，知道吧？来，咱看一下子啊，小石榴输了啊，来，石榴进笼子啊。小石榴听话，小石榴听话，你看特别听话。小石榴，你让他进笼子，他就进笼子啊。简简单单比较一下子啊。老四出列，四哥你好好教育一下子迷糊啊。我说的教育是不让他拿第一名啊，你就不能动嘴啊。小迷糊丹能弃权吗？我怎么感觉小迷糊丹不能弃权呢？啊，老四过来。风吹来的沙落在背上。老四坐好了，小迷糊坐好了，小迷糊啊。我怎么觉得小迷糊不能弃权呢？嗯。不动啊！啊，咱看小迷糊大的到底能不能弃权啊？各就各位，你看他不能弃权吗？他肯定不能弃权，他准备好了，知道吗？坐好了，迷糊大的啊，不许动啊！迷糊大的不许动，一、二。谁也没迷糊跑得快，家人们可想而知啊，谁也没有迷糊蛋跑得快呀，白费呀。小迷糊蛋注定是咱们家第一名，远跑、短长跑的家伙啊，短跑肯定不行，短跑的话不用跑的话，老四是第一啊，长跑的话小迷糊是第一。老四坐这边来，这边换个位置来，换位置。那小迷糊坐这儿来，小迷糊坐这儿来，坐这儿。坐好了啊，吃完了睡觉。别动啊！各位各位，一、二、哎！老四来，快，老四来，最后你再来吧，好好比一把来，等用来。老四来了。
操他妈的，不增纯属增加仇恨吗？这不是？注意动啊！一。这老师气够呛。小牛蛋的吗家吗啊。小牛蛋怎么着老铁们，他就是腿比较轻盈。啊家们，小牛蛋的腿比较轻盈。啊，seven 啊，小石榴啊，腐妞啊，老大呀，他们都不行。啊，小牛蛋可以说是身体比较健壮，他主要是平时玩跑步机之类的。看见没？小牛平时玩跑步机玩的比较多，所以呢，他更擅长于跑步，更擅长于跑步，知道吧，家们？啊，没办法，啊，就他们一块抢，我让他们几个坐一排，他们一块抢的话，他们也赢不了小牛。啊，小迷糊你就看他长得辣条，辣条型，小迷糊属于辣条型，看见没？啊，细长的像个像条细狗，老铁们，你们知道什么是细狗吗？啊，像条细狗一样，小迷糊蛋跑得非常快啊！来，咱们今天分奖励，来分奖励啊！今天谁表现的比较好？咱们小迷糊蛋可以说已经吃了好几条了，是吧？来，三位一条，三位一条，老大一条，腐妞一条，小石榴一条，啊，你看看这小石榴，这小石榴还没吃着，小迷糊想跑了，石榴，啊，来，老四一条，三位一条，老大一条，腐妞一条，石榴，石榴一条。啊，小牛蛋都吃了好几根了啊！来，给你奖励一条，来，咱们再奖励一圈，再奖励一圈啊！来，老四一条，啊，三文一条，老大一条，虎妞一条，啊，石榴，石榴一条，石榴一条。感谢啊，感谢家人们送来的礼物啊，谢谢家人们送的礼物啊。然后咱们带狗蛋吃饭了啊。今天家人们恭喜我们家小迷糊蛋子，咱们恭喜我们家小迷糊蛋子获得了咱们今天的第一名，家人们获得了咱们家今天的第一名啊。哎，猫蛋子。这儿呢，吃饭了，吃饭了，花姐呢？包子，包往那边呢？包子是观众。好了啊，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家人们啊，大家伙有想买东北黑木耳的好朋友们啊，咱家东北黑木耳55一斤啊，55一斤。23.9块，180克啊，23.9块9毛钱，180克。想买木耳的，咱们家东北黑木耳特别好，是咱们今年2023年的新木耳啊，老铁们，2023年的新木耳啊。你看，我去拿饭去了啊。两个盆儿，
嗯，小明不光是反应快，心眼子也特别多。这可专家就给说对了，小明那心眼真多。哎，你瞅跟他们玩个游戏哈，整的满脸汗。咱屋里都多暖，多那个凉快了，25.4度。屋里25.4度，家人们看着啊，跟咱家狗子一块玩游戏，啊，整的满头汗，25.4度。想买小袋的话，在第11号链接啊！小袋我们在第11号链接，大袋我们在第12号链接啊！里边冻干特别多了，怎么？啊，咱家狗子一直吃这款果粮，现在20斤的果粮只需195米啊！20斤的果粮只需195米，为什么？不许动！谁都不能动啊！狗粮里边看一下吧。特别多的冻干啊，咱这是冻干粮啊，冻干五斤粮加上啊，不许动，你一会儿好吃，好、啊
咱家这个冻干的家人们啊，回家大家伙一定要给它搅拌开啊。20斤的冻干，我们今天下单195米啊。小明做好了，坐下坐下，大家坐起来。小明趴下趴这儿来，趴这儿，谁也趴这儿，都听我话啊。我数了3个数，今天晚上应该吃不了这些饭，又他妈倒多了。碳水比较好下咽，那个碳水的话，拿我的过不过来？拿我的这不是拿我的，快去快去快去吃。加点水，就是因为太干了，就是因为太干了啊，所以给他们加点水了，行吧？这里边是冻干原切蛋黄、冻干鸡肉粒、冻干生骨肉条，家人们啊，好。三，你能不能别护食了？你看你，人都吃的可好，就你护食。三不让加水，三也愿意吃这种带水的，带水的话比较好下咽，这种知道吧？要他卡嗓子，有的时候狗吃，比如吃比较急吧，就像腐妞在家吗？腐妞吃饭比较急吧，他就容易卡嗓子，知道吧？啊。给他加点水的话好消化，而且小明第一名没奖励罐头呢，欠小明一罐罐头啊，家里现在没有罐头了啊，罐头都快断户了啊，咱家里咱这个家现在已经没有了，在店里头有啊，罐头都快断户了，家们想买罐头的好朋友可以拍那罐头啊，第14号链接拍一发6罐，拍一发6罐罐头，家们想买罐头的好朋友可以拍那罐头啊。狗粮猕猴咋不护呢？猕猴本身也不护食，家人们，小猕猴蛋的本身也不护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小猕猴蛋正儿八经吃饭的时候护食啊？他就是他愿意护啥？小猕猴蛋愿意护拖鞋、护板砖啊、护大白菜、护苦瓜啊。小猕猴比较愿意吃苦瓜啊，喜欢吃拖鞋。喜欢吃大白菜，而且还有一种东西，俺家小猕猴那是情有独钟啊，也就是说俺家小猕猴蛋呢比较喜欢吃大萝卜，小猕猴蛋呢比较喜欢护大萝卜，萝卜蛋子啊，6万了啊，感谢家人们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你给猕猴鸡腿他也喜欢吃，没有猕猴不喜欢吃的东西啊。小猕猴蛋虽然不护食啊，但是我跟你说没有俺家小猕猴不喜欢吃的东西，你就给他吃个黄瓜他也护，但他不咬人啊，小猕猴蛋不咬人，就这一点好处，护砖头子啊，小猕猴蛋是真不咬人，知道不？我宁愿看着你，拿快吃了，让粉丝抢走了，都让粉丝抢走了，粉丝多能吃。老四，你吃饱了？老四每次都是第一个吃完的，你看不上家吗？
老四每次都是第一个先吃饱的。咱家这款狗粮里边有那冻干鸡肉粒、冻干蛋黄，家人们啊，冻干生骨肉条、鲜鸡肉的狗粮啊，那什么，鲜鸡肉配方的狗粮啊，冻干原切蛋黄、冻干鸡肉粒以及冻干生骨肉条，家人们啊，今天有想买狗粮的好朋友，待会儿我可以去拍一单啊，家人们，鲜鸡肉啊，冻干蛋黄、鲜鸡肝、冻干生骨肉啊，狗粮里边就这种的，老铁们。看吗？冻干粮，冻干狗粮啊，冻干蛋黄，提高狗的适口性啊！想买狗粮的好朋友们，下方小黄车啊，第一个链接，赶紧吃啊！爸爸求你了，你赶快吃吧，别叫唤了啊！米沃和他姥爷合作愉快，黄金搭档，我俺不愿跟小米沃蛋子合作。小迷糊蛋的总戏太多了，我跟小迷糊蛋的在一块儿吧，他姥爷总是当配角啊，跟小迷糊蛋的合作我只有当配角的料，你看跟老大跟老四在一块儿，我也是当配角，赶紧吃赶紧吃，今天拍的真好，谢谢大家伙，谢谢家们啊，谢谢家们喜欢家 Simon 啊，那 Simon 好长时间不拍那个段子了，咱上次拍那个段子还是在老房子里拍的吧，是不是家们啊， Simon 上次拍模仿那个段子还是在老房子，哎呀 Simon 你可别说话了啊，你可把嘴闭上吧，这老四的盆儿，你老四吃多干净，你看就老四这盆吃了了，别人盆都没吃了，我四个真是吃饱了，你看我四个肚子看见了吗，咱们看我四个小肚子，他真是吃饱了，老四吃饭也快，反正是给他掺完水之后吧，吃饭更快了，别的狗吃饱了 ,Simon 把时间都耽误了。没事 ,Simon 一天吃 ,Simon 一天哩啦啦的总吃，知道吗，他一天哩啦啦总吃。狗粮啊家们啊，有需要狗粮可以拍单狗粮啊。然后咱们家的东北黑木耳有需要的好朋友们，咱们可以拍一个啊，木耳清肺润肺，减体重的朋友们啊，刮肠子清理肠道内多余的油脂啊，平时抽烟比较多的人吃点木耳，木耳清肺润肺，对身体特别好啊！木耳是一款咱们最健康的一个菌类啊，比吃蘑菇要好，知道吧？木耳有很多好处，以黑养黑，咱们黑木耳，东北黑木耳以黑养黑啊！把小明打一顿。打小迷糊一顿呢，行啊行啊，我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打小迷糊啊，我恨不得一天家人们，我恨不得一天就三点一线，吃饭睡觉打迷糊，吃饭睡觉打迷糊啊，我每天最想干的一件事就是打他啊，因为我看着小迷糊我就想揍他一顿，小迷糊，老爷看着你的时候就想揍你一顿，我就想扯你两个大耳光子。小迷糊，老爷看着你就想揍你，怎么办？小迷糊，你告老爷，
老爷看着你想打你一顿，你说怎么办？小明一说就该你对你呜呜了。这谁甩小米糊一身哈喇子？吃完了吧，家人们，吃完了吧？咱家狗粮，家人们啊，想买狗粮的，狗粮在第十号链接，小袋狗粮在第十一号链接，家人们，小袋狗粮在第十一号链接啊，55块钱一袋，四斤狗粮55一袋，家人们 ，seven 好像是没吃饱呢，家人们，我感觉 seven 啊，好像 seven 说别的狗都已经吃饱了 ，seven 好像没吃饱，你看看。还舔盆呢，你看三文吃饱了吗？三文你没吃饱吧？我还得给三文来一份儿，还得给三文来一份儿，家人们，特意给三文蛋子留了一份儿啊。三文呢，这回咱得可得好好吃饭了啊，非给三文留了一份儿。三文，三文来，过来来。你可别叫了，一会儿人家把狗粮都给你抢跑了，你还明月外抢你狗粮来了。你冲我呲，你冲我呲牙干啥呀？小小你冲我吃牙干啥呀？我也没抢你好吃，我也没抢你的东西吃。你现在不敢吃了。你吃不吃？你不吃我拿走了，不吃拿走了啊！不吃拿走了，那你赶快吃啊！我特意给你留了一盆儿。哎呀，翻上了！你炒的干什么玩意儿？那都熟的都是。你看，你看，你霍霍了，开始霍霍，看不着，看着这狗子。看着吧，这狗太霍霍了，看看。你干啥呢，三文？啊，你开始霍霍上了是不是？翻的啥呀？里边有肉啊？鼻子都怼掉色了，三文，鼻子怼掉漆了都。三文是奥特曼吗？三文呢？可以把你家三文当成奥特曼。嗯。你们瞅啥呢？你们俩的人啊，老四，你俩瞅啥呢？看热闹呢？啊？看什么热闹呢，老四？你给我拿走了啊！三文不愿意了，所有狗当中就三文最聪明，三文愿学东西。你知道为什么三文愿学东西吗？家吗？三文吧，家吗？他就是怎么说呢？三文他喜欢就是学习，知道吧？他有需要的东西喜欢学习，知道吧？有需要的东西。啊，
就是你如果是有好吃的你给他的话。三文有欲望，像别的狗没有欲望，那我就不行了。啊，没有欲望肯定是不行的。嗯，有目标，赶紧吃吧，三文，吃完咱出去玩了。咱上厕所去了啊！拉布拉多的神犬还没睡觉，还没睡，马上睡觉了，家马上下播了啊！马上下播了，我看我有强迫症，我看小明和 Seven 大的他们俩什么时候把狗粮吃了的啊？狗粮家吗？啊，想买狗粮的好吗？可以拍那狗粮195米啊，冻干五品粮。20斤冻干五品粮啊，20斤冻干五品粮，想买狗粮的好吗？咱可以拍单狗粮啊，干吃点了快，啊，老四也来显摸两口，老四也来显摸两口，看见吗？这养狗粮狗都特别喜欢吃啊，你看三又生气了，三又生气，有点强迫，快快吃吧，快吃吧，三吧，吃完咱出去玩去了，快。狗粮195米，家们啊，今天有想买下单狗粮的话，可以拍单狗粮啊。现在狗粮有活动，便宜价，家们啊，现在狗粮便宜啊。大伙有需要的话，咱们可以拍一单195米啊。清盆了，快来清盆了，清盆了，小迷糊。你不吃我拿走了，那你快点啊，你看你愁眉苦脸的，再问小石榴也护食，我跟你说，你家包子吃什么粮？我家包子呀，我家包子吃的是咱家的猫粮啊，你看看啊，猫粮在下方小黄车第35号链接，家人们，第35号链接啊，猫粮。三万善于表达。第35号链接呢啊，想买猫粮的话可以拍到猫粮。对 ,35,42块钱一袋啊，家人们。里边有啊，添加了卵磷脂、欧米伽3、欧米伽6啊，花青素，哎，还有添加了蓝莓啊，还有那个硫那个什么牛磺酸啊，多整两个 seven 这种的好，多整两个 seven 这种就没有意思了，知道家人们啊？你要是狗和狗都聪明，家人们啊，就容易干架了，知道吧？哎，不聪明的狗和不聪明的狗在一块儿，它也容易干架。聪明的狗和不聪明的狗在一块儿，它就没有烦恼了，知道吧？那家伙都像 Seven 这么优秀的话，对不对？那不就开始争抢东西了吗？对不对？那天天就玩心眼了。咳咳，好了，吃吧。你别总冲我叫唤，我也没拿你东西，我也没打你家孩子，你总冲我叫什么玩意儿呢？你三万年，吃拉倒，不给了。行了，家们啊，咱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把地收拾收拾。喂，咱今天直播就到这儿了啊，家人们，咱们明天见啊，谢谢大家啊，3:30了，谢谢家人们，明天见，拜拜，家人们。
六个呗。